我来看一下。不是这个保鲜盒外的，不是说要给我们买的吗？哦，我记起来了，这个我好像给你买了耶。这个好像都已经到了。哇塞，原来这么可爱呀！啊，爸爸，你看是人物了呀！哇，小熊。看，我记得它就到了嘛，就是这个毛线戳戳画。哇，这个毛线实在是太漂亮了吧！哇，这毛茸茸的，一卷、两卷、三卷、四卷、五卷、六卷、七卷、八卷，这里还有超多的戳戳图案，里面有这样六种小图案，还有教程。来吧，一人选一个，我们开始画画。每一包的里面都有小配饰，而且每一包里面都有带了这种大图的字眼。那这个是粗的，不用担心扎到宝宝。每个戳戳底板都是这种特别厚实的，而且撕不坏。它的每个上面都做好了打孔处理，我们玩的时候只需要一戳一拉。一戳一拉，一戳一拉就可以。玩它可以锻炼孩子的动手能力、专注力和色彩搭配。看，这就戳好了，再给它加上小装饰，放上眼睛，这个放这里。看，我的大鹅就做好啦。看，我小猪的毛线戳戳画也完成了哦，毛茸茸的老舒服了。小淘宝做好了没有呀？哇，这是好可爱的小兔子呀，毛茸茸的，看每一个都是毛茸茸的。这是小猪的，这是姐姐的小兔子的，妹妹的小猪，这是我的小鹅的。我觉得我的小鹅最好看。对啊，这小猪最可爱，我家小猪才最可爱呢。你没说我们三个人谁做的更可爱呢？